你去兼记保护的医美诊所？你讲啥？保护医美诊所，我拢兼记。我假的不行。我真正唔知影这个代志。唔是你搞啥？妈，你去提亲戚的衫，好像被别人，伊的衫有货，真敢那个让人发现啊？嗯，平常，恁怎么袂见呢？无见，无需要。 是嘞，洪太太，我甲外公了，我就离开。亚玲，哎，张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 亚玲，是的，是张妹妹对不起。我前天讲两钟头，你把都让你黑影啊，不是我输。该不会叫你跟伊阿太好？我前天对不起你阿哥婆，我今晚管控下面了。 我都表达我心肝内苦，我已经无法度保护伯恩了。伯恩今晚只有你会当我苦，剩张妹妹拜托你，你千万不能离开伊，只要张妹妹还跟我咧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好好弥补你真正对你的亏欠，拜托。 妹妹，那还没啊？啊，你嘛搁差不多，也唔过你卖小是阮亚玲哦，搁照顾恁伯。张妹妹，我真正无怪你，你今日做事好无？只要表现得好，嘛有家己的机会啊。一个花啊，会当卡上团圆，对伯恩甲丽文才是上好的。 你真正够乖，又够善良，不然我实在的，真的是了不起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讲这些，话哦，讲到这就好啊，你也是赶紧走，啊，若无等警察来，我也照实讲啊。王太太是的。
我唯一讲的，你将要被罪，国家要替你一家代志，一定要代替我，叫我一定振作起来，一定要甲伊讲，一定振作起来，别给伊未来，叫伊忘记我。我爱啦。 阿姨啦，是的，警官嘛，警官嘛，他都啊，想要你讲一堆废话，你拢不准听，你嘛卖管。 林刚，我是干啊，再看一点啊，最近是不会播音啊，那没时间看看小朋友。嗯。妹妹，等到时间。知道了。 特别是在讨论公司重整代志哦，你真正是把我的当作是玛丽同胞吗？嘿妹，你是愿意去了解这查某囡仔，你就会发现啊，伊真正真好，真正真好。利用你甲百货公司收条，确实真厉害啊！我咧用心栽培你，你竟然替伊安尼设计我！ 绝对无，我是金融什么经营啊？你是为着伊，毋是为着我。凯贝，刚刚包括公司，毋是你的，这只是咱公司正常三亚其中一个尔。你平常时啊，拢无啥会了解，想怎啊就拄着伊，就遮敏感啊。因为我感觉你已经变了。 你个失去原本应该有的判断，甚至佫违背我的想法，无把公司利益放第一。今日一个企业，绝对袂当有感情来处理代志，无采我安尼用心栽培你啊！开门。 干咩啊？去死！这么侪年啊，又过老诶。这是头一届送我礼物，你教我每一句话、每一项代志啊，我拢无放袂记你。我有领养，刚送转去，我原本对我当一个家庭已经无尽头期待啊。 我有拄到你，你送我一个，你甲我讲，时间亲像倒落去个刷同款，过去就过去啊。不管你前几秒有偌艰苦，过去代志就会过去。我做高中，都伫咧公司打工，是你教我看报表，安怎做生理的。你甲我当日找一份做，对我来讲，就亲像是爸爸同款。 那你爸爸要求你，莫甲何海家做伙，你是不是要继续甲伊过过天呢？因为，我真正足介意的，我想要有一个真正属于家己的家。敢讲我予你的家也够无够？客妹，你平常这是无共款的，啊，假使讲伊愿意嫁我，你能变成一个伙仔啊？无可能。 我就问你。
可是我爱你的和爱加含我中做成酸甜，你的酸香看起来你做出酸甜了，真肯定会回来，我陪你做伙等伊，好不好？我先扶你起来。这里，你是不是还没醒过来啊？我今日都无啥物件无开来。那呢，我扶你去碰伊坐。我是看看出来有啥物物件会当给你吃，来。恁看，恁哥哥回来啊，绝对袂放恁不管的。五哥。哎呀，是安怎啦？我两岁就算爸无伫个，阿公以为会当有我有挂靠，但是我即摆，我啥物拢无啊。还是啥物代志啊？敢是恁两人分手啊？啊？伊怪我骗伊，也毋过我是听弟弟的话去做尔。我两次对你是为我好，但是伊给我变作是一个骗子，我不是变作一个糟家。哥哥在家，我袂让你受着委屈啦，吼，你放心。伯文甲丽文今麦心情阿袂平静落来，我若甲因讲张伯伯爸来找我，无得卡颠倒会让因更加烦恼。嘉玲，多谢你替我接报丽文，上来搞我就好啊。以后无啥物代志哦，较早回去啦。啊，那呢？我就先回去，您好好保重。
我相信哦，爸替你所做的决定，拢是为着你好啦。你莫怪伊，也嘛莫怪你家己。你若要怪哦，就怪命运创治啦。如果我真爱伊，用我无是免离开伊。阿姐嘛，那是你失恋，我跟亚玲要分手啊。不是亚玲的问题啦，是我无把握会当让伊幸福快乐。若是让伊对着我受苦，啊，倒不如放手，回去找着更加好的未来。你若是真心爱迄张元勇，啊，你嘛希望伊会当过了较好的日子啊，对无？但是伊答应过我，要做我的保护罩，没有我是着你好伤害。他们说他哪会这样说话没生活，你就当作哦，你两个人无缘啦。家己的话放袂记，你的心内较好过啊，哈。我不会，你万一离开，还是啥没来保护我？哎。你还有一个哥哥啊，我不就在这。放心啦，我答应爸，你在我的心内哦，永远都是第一名。亚玲哦，刚刚是第二名。李霄，包括我在你想要吃的物件，当然来，真的，亚哥哥，来。以后，咱要面对甚么款的困难，叫阿爸再搁讲啊。爸，你放心，不管你在倒位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丽文的。是爱我的事，你都是要做。啊！无啊，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甲恁爸分心嘞！闪！别动了！K贝，我有替你泡养生茶哦。K贝，爸爸心情不好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是老母，要K贝送你啊。别惊，别惊，敢有什么原子会当到三江的？不要紧啦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多谢你。电话来啊。喂，你好。哦，因为我刚刚休怕。你好，请问我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好，我知。我最乖。我来的，是你家己来啊？我是袂该说多谢。我伫菜市边啊。我甲你无共款啊，我无一定要等于阮家，亲像你，该看人的面色。我真正想，你手提明明是一手的好牌，想煞拍出来，你都家己不离的牌啊！那是我跟阮爸的代志，关你这些屁事啊！我是无啥想要管的，要不过对手若想过肉卡，
安尼比起来，也无什么意思啊。你若真正去你家己去用，就应该找伊。但是母我清楚，你生就这么安尼，要死完我。你有啥物资格管我？你若是今日转去会去恁爸妈，那呢，我都免讲你啊。谁会惊啊？转去就转去啊。那边啊。妹妹，没有，你受伤啊？你跟我看医生。不要紧啦，小破伤尔，也没有，不要就好。爸，是的。你是跟警察局当作走卡是无？一天到晚领代志，当时在大汉啊！英雄受伤啊！你莫阁甲骂啊！启妹，英雄是因为失恋，心情无好，才啉酒醉啊！我甲阮爸咧讲话，莫插嘴。你嘛听见？两个人拢同款，是够拢打会晓飞啊是无？我讲话拢无在听啊！啊？修养、气息拢同款，拢是来搞你的。爸，你敢那会晓骂我？讲我下劣民主，你敢真正关心过我？源自受伤以后，你敢骂拢关心伊，无咧插我？所以我跳过你啊代志，想要引起你的注意。结果，你煞直接甲我当去告啊！我给同学霸凌的时阵，你伫倒位啊？我需要关心的时阵，你搁伫倒位？你无好好甲我讲，我哪知影你需要斗啥工？就是因为我好好甲你讲，你从来拢唔捌听入去。到今嘛，你嘛无教过我安怎好好做代志啊？敢来怪我？唔捌代志做唔对代志，安尼对我够公平啊？没有，没有，别插你啊！爸爸唔对。袁勇已经受伤，你搁甲伊骂，爸爸你搁安尼，袁志嘛要受气哦。好啦，袁志，启妹，伊讲我这是气话，伊现在这个真正是叫张女士给气的，袂当完全拢怪伊啊。还是你找一个时间好好甲讲一下。我爱的，敢那会当是陈立文？你敢知影为甚物？迄、那个会当听我讲心事，除了读册，啥物拢袂晓的陈立文，才是我的最爱。啊，是安怎变成江立文啊？妈，我足想你的，也毋过你甲爸。拢疼惜原子，无疼惜我，啊是安怎要甲我生出来啊？你敢不知影我足痛苦，我嘛足孤单的。所以当我拄到陈立文的时阵，伊会当理解我，那是偌幸福的代志。伊煞只是咧骗我，这世间上。根本无人爱我，对吧？
也有看来我唔对，我确实唔是一个好爸爸。当初元志受伤，亲手破病，我想讲甲袁勇送去技术学校好老师管教就好啊。想怎样，顶多还变甲囡仔安尼。对你卖糊啊！阿哥瑞德，我咧用心栽培伊，希望伊将来会当好好照顾元志，会当甲元勇联手合作。结果伊煞为着何爱家失去判断能力，真正好就失望的。蜂蜜水咱该救了，杜小宝，爸知影失恋啊是足痛苦的，啊不过查甫人的战场不是在恋爱，是在事业，有事业搁有钱，搁会当安怎？遐查甫人拢是家己咱兜的钱。不是真心爱我，所以我这么开始啊，你得对我辛苦逼，我会好好教你，唔通教你安怎看查某人，我咪好好教你安怎经营一个企业，让你变作一个成功的企业家。嘉欣。这是爸准备的爱心扎针，啊！来，给你吃。嗯。瑞德无啊？哦，无紧啊，客别知影哦，我咧减肥啊。嗯，给你吃。原汁不利。没啦，没减肥，你吃。安怎？无好食？爸，不是啦，我就不爱食胡萝卜甲甜椒。阿细汉时阵哦，你拢逼我食，我是愈食愈惊。每一个人啊，拢有介意还是无介意的物件，所以伫市场的物件一定要先知影消费者的口味。啊，不过有一项是大家一定拢会介意的，你敢知影是啥？介绍，愈熟愈好。无唔对，这介绍啊是影响着市场啊。一个公司若是要创造利润，就要先创造伊的品牌价值，再者是消费者是不是会介意的关键啊。原来是安尼啊。嗯。恁妹啊，嘛是爱经营的啊。你若是有时间啊，陪爸去拍球。我介绍一挂企业家给你识菜，当然好啊！总久无加爸，做伙去拍球啊！好，特别，别啊！爸，
我愿意陪在你身躯边向你学习，我绝对把咱家的江山守住的。真好。啊，不过啊，这杯啊，上好是添八分就好。啊，你袂压出来，嘛袂伤过当生。这拢是细节，爱特别注意啊。一人的价值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啊，拢伫这细节内底。你若是心情不好，原子陪你，原子陪哥哥。我无代志，紧张。来，新娘，笑开一点。二三，老公，那个眼神很好，来，再一次。二三，你可以跟他搂个腰，再更近一点，好。二三。自然一点哦，看镜头，很好，来。在苍穹银河交换最深的秘密，千般的引力交织出频率，刻画在天空画不爱的旋律。你是我的太阳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，帮我喝个水。我崇拜你耀眼光芒。这样啊，你哪里啊？我来看你啊。怎么样，我少钱多来领我 OK 啊，那舒服。你是我的太阳，给我依靠的肩膀。你是我的月亮，将我悬在家里。信仰因为你而更加坚强，不管白天黑夜都在身旁。你爹吗？呀，来，你吹。吃甜的物件才感觉幸福，尤其是爹啊，无幸福的时阵啊。现在是我们在拍婚纱，现在就不速之客离开，别影响我阿婆。大检察官啊，郑文杰，这都是在法律规定，我不能出现在你面头前啊。而且这是公共场所呢，我再讲，你别回避，你的婚姻只是在买卖而已。安尼会安怎？我等到要考证，赶紧死心啦！我绝对当我爱家这半年来。爱着我，你若真正这么有自信，有什么好想的？有什么好吃醋的啊？我甲伊若真正要安怎，迄嘛是半年以后的代志，啊不是即马。你到底是毋是查甫人啊？有多一个查甫人会当忍受家己心内查甫人嫁予别人，佮甲伊做伙生活？迄是因为我是真心佮伊。那若无你认为，我应该怎做呢？比起得分，也是我找人来拍档上，互你伫病院半年。得分是明白，
阿那是伤害，就是民法加刑法。我跟你种头壳了，真正唔知要讲啥较好。我就问你啊，你敢真正爱？我就是爱。我是无了解，你敢真正了解什么叫做爱？根本对我来讲，爱是包容，还有信任。不管发生任何代志，拢袂改变。我做会到，你敢做会到？亲像你讲话，你敢爱伊啦？那换作是伊，跟我心换半，你敢敢保证，你对伊的心意拢袂改变？我敢。哎，林英雄，我不会心疼皮了。我不会，我比较可怜。林德，哎呦，今麦样泡茶话你妈，是爸教我的，对待客户爱有服务的精神。你今麦是把我当作是你的客户是吧？啊？咱当为着一笔生意，尽心尽力去对待客户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把阮爸当作是客户。有啥物袂用的？咱在福瑞特啊，一出事就因爹是跑电商。嗯。那当时有爸爸妈妈在阮边呢。嗯。你想想。对啊。我是在想，爸甲我请用这么大汉，和我穿和我食，我用服务精神对待爸，这嘛是应该的。你，这是报表。嗯，这是百货公司这几个月营业报表啦，营业额甲利润啦，拢比以前较悬。讲实在，瑞德能力确实袂歹。那么个真可惜啊！爸，你对伊做失望对无？若要讲失望啊，不如讲是我心就疼的。我为十几岁就开始栽培伊，教伊做生意，想袂到我对伊付出这么多，伊竟然为着一个查某人就变咖呢？我。这个温瑞德确实是忘恩负义啊！那不是爸的关心，伊即马有可能大学无毕业，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会当将家己的后生当去育幼院，我认为温瑞德其实爸爸妈妈绝对嘛是良讲的。歹猪爬到出好笋，失败者后生嘛永远是失败者。爸，我安尼讲敢对？也毋过我无共款，我是爸的亲生后生，我身躯顶的血是你的，所以我的未来绝对参像爸共款，这么成功，这么壮哉。你虽然咧好累咧，你若是爱我相信，你就要证明我看。比如讲，我若是要求你含迄个江丽文卖给我交谈，你敢做会到？当然。我绝对袂参像温瑞德同款，为着一个查某囡仔放弃的未来，嘛让爸这么失望。可以未？安怎？知影等下食饭啊？要唔过阮家即卖已经无你的碗碟啊，你去找何爱家食就好啊。啊，我袂记啊。你最爱何爱家，现在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妻，应该不用陪你了。客妹，我敢问等到跟你讲几句话。有什么话我不能听？
有，你家只资料，摕到你房间好好看卖者。爸，进去。希望你是要跟我讲，你已经决定要放弃何爱家。我是不可能放弃的。哪里来的？故事没话通讲。你是我做客家一家，小只是人，上快乐一家。因我总算会当一个爸爸，这个麦当时。我永远上温暖的家。你若真正这么要紧这个家，敢会一直安尼超过伊让我生气？我一直把你当作是我囝婿来栽培，啊，结果呢？你说家这六块钱金，伊到底会当给你什么帮助？你煮完，恁妹，还是会当给你的事业越来越好？我相信我的，只要我肯拼，我一定成功。你有今仔日拢是我栽培，既然我会当替我你，当然嘛会当甲你毁掉。我相信你袂安尼做，因为你的心肝无遮尔强，你定唔敢我的。想讲我唔敢的，我早就甲你讲过。查甫人若想要做大事业，心肝就要有够雄。雄哥是对敌人，咱是亲人啊。启妹，以你为安尼栽培我，你就是疼惜我甘是？所以你就安尼跟我吃高高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想要让你知啊，无论安怎你跟我生气。我拢拜托你，卖搞死我，因为对我心无对，你就是我上尊敬的爸爸。就算讲有当时咱想法无同款，伊不管变啊假的身份，伊我是真的，伊我都袂改变啦。是来给你加油，多谢你啊！你的工作足多呢，你今日敢做会完？公司得要改名做世界集团啊，所以要开股东大会，还有董事会啊，真侪代志要处理啊。这代志若是处理好势吼，客户就变欢乐。那呢，你今日忙，搁袂当困啊？那要紧啊，紧就回去啊。你若忝吼，你有啉咖啡、食糖啊。你真紧就要做百货公司的总经理啊，身体还够好。爸爸有讲过，为弟是留予准备好的人。多谢你咖啡。嗯，我已经忙结束，就跟叶站啦。好，咱 Go Go Go！ 来，加油！加油！资料袂记查，我替你摕者。爸，啊你放伫咧倒位，我帮你摕就好。我紧啊，我在伫倒位，我去摕就好。要等吗？嗯。你
没有。你来这创啥？我就想你的，你敢要会给我几分钟？我想要跟你讲真话。我无话跟你讲，我们班等一下就出来啊，你紧走啦。我不爱。袁勇，袁勇，这两天我拢吃袂起，我嘛困袂落，我拢伫咧想你。我真正不是超过伊要甲你乌毛我的身份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先告辞，你最好赶紧离开。阿兰无，你莫挂对门客气啊！一、两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不是因为你姓张，嘛不是因为你是张家的后生，是因为你这个人。虽然你有时阵有淡薄仔幼稚，嘛有淡薄仔太男人，但不过你对我的爱，我是有感受到的。那你呢？你是爱我这个人，还是爱我清清楚楚的身份？你好意思问我？你接近我，只是要骗我？你家恁爸拢想要骗我，想要利用我？不是安尼。你敢会记得咱头一次见面的时阵，你让人心乱跳？那不是注定咱两个人哪会拄着？你讲对无？那根本不是注定，是孽缘。我让你这款查甫人欺骗感情。是我一世人的目标。袁勇，不是。别再叫我，你紧走啦！我无想要黄爸看到你，你紧走。袁勇，袁勇，袁勇，喂，紧走！别听骂是骂我，我是绝对袂冷心的。我坦白跟你讲，我根本无爱过你。不是安尼。你跟我讲过啊，我是你上宝贝一粒花，敢不是？查甫人追求查甫囡仔，会讲做者花言巧语，迄正常诶。是啦，你是花，但毋过这世界上这么侪花，我想要扳啥是扳无，创啥才选着你？你假尊我甲你偌特别啦？因为我拜托你莫你讲话好无？我知影，因为我讲袂怎好，你做想过，要么我拜托你，别讲这话，甲我刺激了。你看，这件衫是你买给我的，你讲我穿这件衫就是也就好怪，敢不是？卡叔，你不是好野人的查某囝，你甲一般的查某囡仔是一模一样。我创啥会浪费时间甲心思啊？那安尼你敢袂记看海一届？你陪我去思念我的妈咪。我听你讲你细汉时阵的故事，你感觉咱两个拢足孤单，所以咱两个若有互相的陪伴，才会感到温暖。讲我你拢袂记啊？迄只是逢场作戏。袁勇，我是真心的爱你。这段时间，若不是因为你有话在我的身躯边，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阮家遐风波，真是的。为什么要因为一点仔事哦，全部拢乌有去？你讲对无？袁勇，袁你做是对的。既然无得做伙啊，那呢就赶紧找给你，别去丢掉啊。高小姐。今日在这边干呢，拢是你家己做滴来的。你害我以为我做伙嘛，是一天两天的代志。
你若想要坦白，早就讲出来啊。啊，不过你却一直用假的身份甲伊来往，我真正不知道你的目的到底是啥。啊，不过不管安怎，我是绝对无可能阁让你踏入张家的大门，知影无？真是的，都是我的不对。我知道我现在回去也无法度弥补上，不过阿伯，你听我讲。别再暗哥啊！我只希望你会当离阮远远，愈远愈好，别再来搅扰我。阿伯。阿伯，你有冇跟我讲过？你讲伊细汉的时阵，常常拢会挑工做歹代志，惹你生气。但是伊只是想要得到你的关心，来互你的爱。伊只是唔知影要安怎表达。要不然我看得出来，伊真正就爱你的。圆圆嘛，不是歹囡仔，伊只是想要得到阿伯你的肯定。可能阿伯你真正拢伫个拍拼事业，真正就无用的，无时间好好陪伴伊。要不然从今以后，我希望阿伯。你会当让伊感受到你的温暖，还有你的爱。阿伯，你拄则讲的代志，我知影。我袂看爱陈元勇。现在也调调啊。敢是我？不，我上好。你爱记，我都趁钱生理袂当卡，我都做伙感情啊，你着卖浪费你的青春啊，佮性命，你个奖励我。到家为止啊，知影无？我知，我即马敢若想要好好学习，赶紧跟着爸的脚步。以后我的结婚对象绝对会得到你的同意。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啊。你即马是拍算甲厝边过暝啊，拢吵到耳孔痛，来找咱讨医药费是嘛？哎，妈，你买这皮啊要创啥？来来来，恁两个一人一个，吼、哦。啊哦，随身拢爱扎嘞，爱注意安全哦，吼、哦。哦，下晡我会找人来换这门锁，啊新的锁是拍好，我才给你。你雄雄换门锁要创啥？
唔呐，换锁。我甲李长讲哦，讲这附近哦最近出现咧通缉犯，阿姨有答应我，要叫迄派出所的警察加强巡逻。通缉犯？嗯，是谁啊？妈，你什么时阵拄到的？够像，啊，就江有里啊，规台湾哦上大尾的诈欺犯。妈，啊，江贝贝阿爸伤害到咱，敢唔需要这样提吼？嗯，欸，江有里哦，身躯顶有伤，搁走找你。就是哦，食你狗狗，知影你哦温柔啦，脾气好啦，唔敢反抗。啊，你哦去予江博文糟蹋了无够，搁去予江有里哦糟蹋来斗。哼，亲门打好了去我的查囝嘞，我这做妈妈哪会动诶？不管安怎讲，伊嘛是博文的爸爸啊，而且伊唔是来找我麻烦的，伊是希望我会当加照顾博文。免，以后哦不准你跟江博文搁来往。啊无，也是我甲你跪，你才听着我的哈。妈，你莫闹啊啦，代志无你讲的遐尼严重啦。哎呀，你点点啦，无人当作你是会搞啦你。你若准讲我是存心要为恁阿姊哦，我是唔甘的。无你想嘛，恁阿姊安尼为着一段感情受苦受委屈，你这个做小弟甘会心酸？姐，其实妈讲了嘛，无唔对啦。自从你甲江博文做伙，我只有看到你的笑容愈来愈少，常常都拢在头夹边呢。顶届甚至搁为着伊迄间医美诊所，连警察局拢入去啊。那时阵哦，我真正是受报的。你到底是介意多一点啊？是讲。我知影，你是关心我。啊，不过我唔是囡仔啊，我会当好好照顾我家己。免烦恼啊，好不？好啊，哎，我免烦恼。除非哦，你跟江博文菜头离离离，我马上放炮啊，去不去？安怎？做袂到对无？哎，我都想无咧。凡是你顶世人哦，一定是踢破钢界黄金翁啊，这世人哦，就替伊安尼做牛做马。卖讲哦，江博文甲伊闹得啊，你若知影哦，伊小妹江丽文哦，去嫁做家己是啥物高尔夫球的千金吼，哈，个个叫唔听话，你一定哦马上就可以关心啊。你要倒啊？喂，哦，你哪子哦？真正无叫我咧，气死我！啊，唔得怪你，你较黏的啦，卖家己讲遮有诶无诶唔着好啊。啊，明明知影江丽文是江博文的小妹，伊哪有可能把酒瓶瓶放伫唔管啊？哦，无即摆是安那，细汉的家是老大，我恁老母呢？啊好啦，莫讲遐尼多啦，紧甲你阿迄只幼转来啦，啊若无，伊再去甲甲拖累着，紧来去啦，去。我提前外脱啦。啊好，紧来去去。啊，甲恁只拖转来啊。好啦好啦。气死我！姐姐，姐姐，刚有看到我，我这么真正就痛苦的，这就是天外辛苦比，你还能跟我出关可以当电话打吧？你为啥你不接啊？哥哥嘞，你不爹，敢考都考出来啊！考出来了，你心情会较快活。大玲姐，为什么我被空陪餐？为什么我毕业才没跟袁永功？
我就是欠了你的草件，安尼伊就袂怪我，我今嘛嘛会当接受做伙啊。失去心爱的人，迄种痛苦我完全了解。啊，不过代志已经发生，咱嘛只会当勇敢面对。我有理解。我今嘛真正就有悔，我真正就有悔我了解，你就哭啦，我陪你，你辛苦。来来，给碰一下。你有吃饭无？我是没吃。我过来吃。张林志，你陪我林志好不？干杯！你离开完的呀？你哪来的？你不是讲要陪我饮酒，对吗？嗯。好了好了，我陪你饮，你豆豆饮，我今日就陪你饮到欢喜。一文，我买便当回来啊！一文，啊，刚是饮酒醉走出去啊！文姐嘞，你敢有过来？无啊，啊，刚是阿玲发生什么代志？这几天啊，阮姐心情不好，连饭都吃不下。你人在倒位，连卡一通电话拢无。阮讲好啊，要暂时分开一阵啊，甲未来路想清楚再搁讲啦。你要甲阮姐分手？原来伊这样伤心难过，拢是你害的哦。阮姐一心一意替你设想，你哪会当糟蹋伊的感情啊？我只是要保护伊，别让伊对着我吃苦。你不想要伊吃苦，那恁就叫领导的人卖一出来，伊来找阮姐啊！连恁爸都无受伤，拢来找伊替伊处理工作，叫阮姐一定要来照顾你。阮爸受伤啊，啊，即摆人伫倒位？谁知影伊伫倒位啊？恁两个分手嘛好啊，你以后就卖再甲阮姐勾勾滴，啊，若无我看一届，拍一届。刘啊，张明勇，你这个大笨蛋，你为什么没有挽留我啊？江博文，你敢真正爱我？你若是真正爱我，你会当跟我分手？我一定要原谅你啊！我陪你经历这么多痛苦，你煞讲放就放，你根本拢无要紧我。大伯都是坏蛋，摸唔着，坏蛋！坏蛋！丽文，雅玲。
你卖给我算了啦，我下来要安怎？哥，你什么时阵来的？我什么时阵来啊？无重要啦，重要是哦，你听话啦，赶紧落来啊！我快，我今麦伫咧甲亚玲姐比赛，亚玲姐对无？对。你拢几岁啊？佮只算这危险的物件，这比赛，亚玲，我拜托你，卖给我闹啊啦！你卖管我啊！我哪会当卖管你？你是我名声？不是，你已经不是啊！讲啥物无想要逃离着我？其实你就是无爱我，你就是咱家无想要爱囡仔，佮唔敢承认，永远拢是牺牲我。是啦，拢是我唔好。你卖讲东西嘞啊！我无想要听，我不爱听。亚玲姐，咱做伙甲无欢喜，淡掉好不？好啊。你卖讲算啊啦，赶紧落来啊！你要去不？亚玲，啊，来，进去。哎，你要弄我？你的手，阿哥，你的脚受伤啊？先停。你要紧无？那林彦追啊！哦，实在是。我要去拍照。啊！你要啉水无？啊！来来来，你先坐。你先坐。哎。你。哦。来来，嗯。来来，先坐一下。姐，那安尼啦，你讲害阮姐受伤啊？这就是你某伊的风险咯。哎，放心。你有要紧无？我先送你去病院。对啊，老夏，哎，快快，亚玲啊，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咱受伤啊，啊？啊，妈，你莫这尼啊着急啊，啊，我就是啉酒醉，啊，只是无注意着。你啉酒醉？啊，我不是叫你把你阿姊救回来，你来放去啉烧酒啦。我赶去尴尬的时阵，就无看到一个人啊。后来伫福建宫找着伊，就看到伊受伤啊。上解可恶就是迄个江博文啦，一个拢受伤啊，伊敢知影勾引小妹，根本就无家己放伫个心内啦。果是迄口水尾道理，直接搞大赛。我着叫你哦，莫甲因斗啥物交涉，你都唔听。甲博文无关系啊，是我家己荡秋千，无细里滑落来啊。那甲伊无关系。你就是安慰小妹才会饮酒的，后来你就我看我真正找你来做介受惊者，顺续嘛问看卖吼，你哦到底顶下是欠人尴尬偌济，才安尼行都行袂完啊？姐，你即个一定要听妈妈的话。之前我无计讲啥物，迄是因为做唔对代志是讲道理，够人做呀，够人担，也毋过即摆我真正是看袂落去啊。这十万不管有什么理由，只要我都保护你，那就没得你为付出。嗯，是安尼啦。迄个时阵，我甲丽文为秋千下落来，啊，博文明明知影有危险，还是选择保护我甲丽文，结果伊让我跌伫涂骹。啊，不过伊拢无讲啥，还是选择去救我甲丽文啊。伊哪有照顾你啊？
那是你没看到，你来之前，伊搁提手巾啊处理我的空嘴。妈，你甲少卿都干那看到无的表明，啊，不过我知影无的心内有偌痛苦。就算因家之前上车夜时阵，伊嘛是心受足侪因爸爸给伊的压力，啊，不过伊同款也是真用心在维护阮的感情。那不过伊不是跟你分手啊，讲你还是分开较好。你分手啊？哦，阿达不搞讲啊？就只是暂时分开啦。讲囡仔，目前尴尬的状况，弟哦是我都担啦，好放手啦。妈妈呢哦，连忙连，也不过我是咧唔甘你呢。我唔管哦，伊有偌大压力啦，还是偌可怜啦，你拢无需要同情伊。妈。我对伯恩不是同情，是疼惜。你莫搁责备伊啊，是我要爱伊，你袂话就好啊。你阿姊哦，保佑伊啊，我看真正会出来这代志。我赞成。姐，你家己当行不？要是爱我扶你。这是册箱啊，无遮尼严重。你谢伊啊。妈，你跟少卿先去外口等吧。嗯，我都不爱嘞。你不是已经分手啊？归去哦，切较清气。妈，安怎啦？你不是跟我徛江边的？好啊啦，就好吃家己的面就好啊。不爱啊，行啦，不爱。你死啊！拄只我讲的话，你拢听着啊？你若是搁要跟我回信嘞，我无想要听。我知影我无资格，爱你原谅我。你说你讲了真对，不过有甚款的理由，我拢应该保护你。只是讲，我一直拢无做到够。我无需要你的保护，我就干那希望你会当对咱两个的感情加一寡信心，加一寡坚持。明明讲好要牵手做伙行，你煞拄着困难就丢拄啊！我唔惊困难，我就惊你会一届过一届的逃避，这才是让我上艰苦的。就是讲，安尼对你才是上好的。啊，想袂到，造成你遐侪痛苦。你之前一直拢伫忍耐，也毋过今日，你总算把你的不满讲出来啊。其实坦白讲，安尼我有淡薄怀疑。你是要欢喜啥？欢喜，你唔那是温柔，还够吞忍，够对我发脾气。也唔过就算是安尼，拄只你伫你妈妈个你小弟面头前，也是第一条我讲话。我知影你的心内，一直拢有我。你就是无把我放伫心内。才会遐尔简单就放弃。你拢知影，其实是我无法度无你，老色弱，但无你伫我身躯边。做我的手，做我的狗，我想我的世界可能拢看袂到彩霞，人知影未来路要怎行。
你敢确定家己想清楚啊？亚玲，你敢会当给我一次机会？我拢想好啊，咱会当去增加离开这社会，重新开始。妈，出去啊！总结去进修，等家己身体就知爱回来啊。哎呀，行啊！你每当说这话，咱就安尼。阿哥有啦，提前你提早来安排因电话去试学问。是，我知。阿哥啊，再回忆资料哦。去吧。嗨。今天我呀。是。你也来。我来过庆功宴。有人今仔日哦，要选总经理，我当然趁机个卡油，叫伊请我食一顿好料的。你是食到我的嘴烂，要恭喜不要吝啬的。你讲安尼，这间百货公司卡在是我的生日礼物呢，嘛有人抢去啊，我搁会当来祝贺，我心就很多的。哇，现在敢那足委屈的呢，多谢。唔免客气。我拢来啊，搞什么代志？说我到啥讲？了解我，你最正。客人，请坐。伊是来恭喜我的。原来是安尼啊！我叫是何小姐，佫我都放袂记。当初做天虹集团小公主的请爷，所以才来这怀念过去。坦白讲，天虹我今仔日真是变成过去，我心嘛当然有感慨。也毋过，卡输连过去的失败我拢无法度面对，安尼以后我绝对无可能有成功的一天。董事长，我是真心来变景天虹变作世界集团的，我嘛是真心祝贺公司会当伫个董事长的领导之下愈来愈好。要来祝贺啊！刚果你唔知影今仔会议对世界集团偌重要，你安尼大主大义的走来遮，媒体记者也安怎写？是要让大家继续讨论天虹集团？还是要让大家认为世界集团也跟天虹集团同样都是诈骗的呀？你放心啦，董事长，我今天是来支持我最重要的朋友，我不会为难，也不会造成你的麻烦。我有准备，我不会让人拎出来。闭着眼，我挂着眼镜，大家你认不出来？董事长，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是长头毛。长头毛当讲是我和爱家的政治标志。我今晚就伫个车，把头毛剪掉。卖枪崩我！你就是你，无说赢我，他们想玩。董事长，我保证，伊绝对袂出现伫个媒体面头前，袂让因哦做其他联想，请董事长放心。我知影当时对你无介意我，啊，不过我对瑞德是真心的，我袂因为你反对就放弃我对伊的感情。听讲你和高法官的后生有朋友，你这么搞公家，咁头痛。
我一直把瑞德当作是我亲生后生同款的看待。伊将来是要做大事业的人，我就是无希望伊和你的罪犯查囝有任何牵涉。会议就要开始啊，赶紧准备者。你是免参加是吗？是。是的啦，我想等到海里去红梅。好吧，紧啦。阮客爸哦，讲较歹听，难怪无歹意啊。阿姐，你免艰苦，咱做伙来替瑞德来加油。来。等下。元志今年会参加董事会，来恭喜新的总经理。嗯，都还未宣布咧。没要紧啊，元志，等下咱就来当庆功，伊今仔还要请咱食好料的，好啦。安尼上好，我想要食海鲜，我们食麻辣锅。好啊好啊，不管想要食啥，我拢请，安尼好无？嗯，水啊。总经理，我今仔日哦做你的一日秘书，你想要欢呼？这是来讲哦。我都不客气啊。嗯。那会议资料啊，快订订来。我稳的。原子马来到三江。哦。好高才。你原无受伤啦，啊只是感冒发烧尔，啊这阵仔哦拢无食啥物件，我今日身体实在袂调，我请医生哦开药啊给伊，让伊当好好休困。竟然无发现丽文伊人无爽快，佮带伊去圣方，害伊发烧。啊伊心情安尼歹，佮无食无困，当然嘛会破病，是伊无甲家己的身体照顾好。那样怪你。我看到你甲丽文伤心艰苦，我煞无好多斗啥讲，我总算了解你是安怎要甲我分手。你卖安尼讲，是我感谢你陪伴丽文，伊怎么失恋，大家拢在哭呢，我安怎顾劝伊拢无效。严哥，你煞会当回笑。啊，今日看到伊当秋千的时阵，遐尔欢喜，我也感觉有你伫我身躯边，真足好诶。我嘛是啊，我爱你就是一世人诶代志，所以我绝对袂凊彩甲你诶手放开。你嘛同款，知无？什么？我看得出来，丽文真正就爱袁勇诶，所以希望也当参照咱同款，甲伊男朋友和好。张氏企业董事会正式开始之前，董事有一挂话想要对大家讲。各位董事，
天虹集团倒去以后，公司收购天虹的资产，有两栋在金华区较旧的大楼，准备要拆掉重建，毛一个土地，等咧规划要安怎开发。虽然看起来一切拢真顺利，但我知影有一挂人对天虹集团的印象不好，所以我决定把张氏集团改名号做世界集团，立足台湾，放眼全世界。等一下，多谢各位当叔，今日大家都赞成啊！咱的为即马开始，世界集团就要带领所有的当叔，走向全世界，大家做伙赚大钱。接下来，我来申请世界百货新任总经理来向大家报告。各位董事，大家好，我是世界百货新的总经理张元勇。多谢董事对的信任，我有机会会当做世界百货的管理者。今嘛，我特别向大家报告，世界百货新的经营状况。近前的直播销售也其实袂歹啦，也毋过我认为，会予世界百货成功的关键，是要有好的品牌。所以我已经邀请世界一流的精品，准备要进驻咱世界百货啊。到时阵设柜时阵，佮邀请所有的董事。这回来庆祝，多谢你。拍摄啊拍摄，把你惊到，我廖尊是瑞德开工会回来，拍摄啊。王爷，阿瑞德不在家，伊人去倒位？什么意思啊？是发生什么代志是不？袁勇变总经理啊，瑞德跟他做伤心的，人无去啊。咱就要变安怎？哎，多谢你，容易的。我先来去，顺行。哎。董事长，你哪当那对待瑞德？伊明明就做到你要求的业绩，恁哪当把总经理的位让予别人？何爱佳，世界百货原本就是张氏企业，甲温瑞德一点仔关系拢无，温爸是无可能把世界百货交予温瑞德的。你不是声声句句讲你把瑞德当作家己的亲生后生，啊，不过你即马做的代志，甲其他人有啥物无共？你就是把迄个人看得比啥物拢搁较重要啊！我来收购天虹百货的时阵，是怕什么中心经理要改袂掉，啊，不过瑞德的根基比老赖家己坚。我本来就是伊是认为百货公司的未来袂歹，再回试看卖，想袂到伊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你。我是绝对无可能甲公司去交予一个公司部分的员工。这毋是安尼，伊是为着董事对你。伊想要向你证明伊的能力，伊才会找我合作。干嘛呢？起码你的利益分配无啊，所以你才会这么激动，对不？我就想要请问你，你头壳到底是地实，是透着水哦？你敢甲人遐翻一番啊？若是讲袂过，就叫起卡动手。只有无才调哦，无本事啊，才会像你安尼。你我到底讲唔对？何小姐。应该讲的话拢讲过啊。既然瑞德华死亡，伊是凭什么爱我甲世界百货搞一个经营啊？爸，爸，原资度假地公司外口拄着瑞德，伊敢若心情无好，伊无爱插原资，伊就走啊。伊搁塞车出去，车塞足紧的，原资毋知爱去倒位。董事长。可能你会认为瑞德是因为无做总经理，才会伫遐塞性地。啊，不过事实毋是安尼，伊会遮尔啊艰苦，是因为是失去一个爸爸。原子来开车，不出去。
也毋过瑞德无介意家己一个人啊。等食饭较圆融，你敢每天做伙食饭，接受采访。那毋赶紧出发，特别袂好啊。瑞德即马咧伤心，袂当无去找伊。爸，爸，没有。伊只是咱家的一只狗，不是欢乐啥。你若是无聊，我会买一只较古锥的陪伴你。不用急，不用急，袂当让瑞德来接啦，咱去找伊。好，你先冷静啦，你放心，我去找瑞德。好，我好。今仔日是你头一届参加这媒体的参叙，你得特别注意。那是你想利用媒体啊，来创造你自己的形象，这是大家认识你上紧的方法啦。你少年，佮生了缘投，大家看到报道以后，一定会足喜欢你的。啊，不过上困难的是，要安怎维持这种形象，把你自己变作是一个品牌。等着你去以后，就看你表现啦。嗯，爸，你放心，交好啊。熊掌司令啊，真久无看咧。我当你马来啊。是啊是啊，真好真好。哎，这位是我后生袁勇，袁勇，我当的。我当你好。哦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哎，公子哦，生了一表人才啊。林大妹，我请教你哦，最近这国际这业务了，生了这么厉害啊，但是他对咱公司都无影响。刘先生。你是，我是另外哥哥，我跟你无什么好讲的，稍等一下。恁尴尬人是走到路呢，我拢赶袂走。我知影恁已经分手啊，你运气骗伊，始终唔着代志，要唔讲调查伊，绝对是真心的。伊会讲袂差，拢是去阮爸爸。既然都分手啊。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对我来讲就无重要啊！恁尴尬的人哦，莫再来找我啊！人是为着你，上天到去判病断医，我也袂来遮哦，解交了啦。我是来遮拜托你，当面去甲伊苦讲一下。恁一家伙啊，拢是骗子啦！严哥，这招对我无效，请你甲你小妹讲一声，我张元勇上讨厌。就是查某人一哭二闹三上吊。刘先生，姐姐啊，翔，翔，哎哎，一抱还一抱，刚才姐姐背后不公平，想不想看瑞德哥哥变小丑？翔，小丑，宋望所归，别当怪我。查甫人哦，嘴快吃心啊。嗯哼。嗯查某人哦，不是嘴看看，即阵个翁婿哦，只要条条就死死。
你也知道我在这？直觉啊。多谢你来找我，我知啊，我不是这。啊，不过你在等的人应该不是我对吧？我上刚来这，就希望可以白登来找我。我希望伊会当我一个关怀，不管是伊什么栽培缘由，还是爱我，搁靠心的需要，我拢无意见。因为我怎么看起来，伊根本无要紧。我带你去别个所在。行行的心情敢有较好啊？我只看到你啊，我心情好啊。是的啊。为什么呀？拢是因为我，你才害你的客户对你这么无了解，而且我怕你失去总经理的位置。应该还是这样说话，只要不在掉，这个天龙不会老掉的。因为李红姐，本来是连这门考验都考不过，我只能不带你加油啊。其实你蛮难的，在我面头前，你想要笑就笑，想要哭就哭，无需要这么坚强。你要约人时阵哦，我定带你哭。你讲大汉了后，我总算了解到，哭，我就解决代志，我更能坚强。所以就算即马我艰苦，我无想要哭。你也这么艰苦，拢是你的客户。你敢袂当加甲我讲一寡你甲伊的代志？你真正想要怎样？我想要知影更加侪你的代志，更加了解你，就亲像你对我同款。而且你伫我面头前，我啥话袂当讲啊？